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鸥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秋冻热饮——鸭屎香栗子鲜奶。这款产品用到的原料有板栗泥、奥利奥饼干碎、果糖、咖奶、牛奶、鸭屎香茶。先在杯中加入60克板栗泥，涂抹杯子，然后加入30克奥利奥饼干碎，另外在雪克杯中加入300毫升鸭屎香茶、100毫升牛奶、20毫升咖奶、20毫升果糖，一起将它搅拌均匀，然后倒入加热杯中，用蒸汽奶泡机将它加热至55到60度之间，最后倒入杯中置满杯，这样就做好啦。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咯，了解更多茶饮产品制作以及开店干货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兔奔跑茶饮学堂，拜拜。